RP， 哎，我有四个炼金材料了，都用远程啊！你们，我真是服了，我靠！没毛病啊！不是又是我了，好我呀！哎，饿的。哎，法师，我直接玩狂战士了，受不了了。Go！ 别急啊，晚点我来陪你玩狂战士。我在选，我换了一个。我自己。我头在哪儿？这么弱吗？弓不好甩。他弓要左键点满之后，然后放那个右键。弓要跳起来，哎，跳起来左键，再加右键，巨帅。哎呦，有瓶子水药。装备还可以。红身项链，力竭时再起，此效果每次冒险失败。两个黄战士都来了，卖了吧。加攻击力的，走上面吧。我操！就是我得残血，我不残血没力，不厉害。法师他下面有个那个火是两个之后该怎么样啊？那个火球？什么火球？他底下就是普攻之后，他有那个伤害累积嘛，怒气值。啊？那不是，那下面跟那个没关系。你就按 L， 满了就按 L。OK。好的。法师袍，蓝色有红色的符文可以给我啊！这有一个能量法球，你们谁要？我这边能量法球，法师拿呗。我拿吧，我这里分享是按 shift， 红色的符文你们不要的可以给我。哎，这有个蓝色符文石，应该也是法师的吧？你拿吧。我操，给你分享出来了。牛逼牛逼，我把那个法袍给你。啥？短枪啊！没有好东西，走了。啊？你第一次建成吗？怎么可能？好像根本没人去拿那个剑盾呢。嗯。那剑盾我玩过呀，好痒痒，好痒痒啊！一点伤害没有的剑盾，然后还容易死，还没伤害就算了，知道它容易死。我操，全死了！还没我炸弹打的多呢。我这身装扮很法师。回蓝吧，不够啊！皮皮打了一下午没一个成，那也太low了吧？怎么可能？哎呦！哎呦！妈呀！我怎么死了？我怎么死呢？我不知道。我怎么死了？我死
有雷啊，有雷啊，救不了你啊！你们活，你们活，别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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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慢慢。莫雷默认不救了啊！积怨已久啊，我感觉有人。知道他这个，你看他这个雷，十二道走到哪，这个雷炸到哪，知道你能不能离我远点？真的是杀伤走到哪都雷劈到哪里，哎呦我操！我怎么今天被三个雷劈到一起，满血给我劈死了？啊，这也能打到我！赵哥你好滑稽啊，你看看，我在减一减一啊，能减一。我可以回血，还挺好。哎，他自己站起来了。嗯，我装的。你这傻逼！我操，装的是不是？蓄力攻击加盾，哎，我拿这个，不要这个。没进入一个星 ，OK。别忘了，别拿召唤啊，友友们！高危吧，高危吧。没商店啊，不，没东西。高危，高危。走吧。没有钱。千万别选召唤啊！单人和连击都没有，那也太捞了。巨肉，不是我巨锤，巨锤，但我伤害巨高。我操，完了，这个高危啊，这个高危还行，这个、高危不是那种，不是那个之前那种那些高危。啊，我好像也不是。哎呦！我操，快跑！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别抽到后面几关的那个高危，你都哎呦，怎么又有人拿召唤了？我哎，谁又拿召唤了？直接四叶草。我想刷红色，这拿这个没用。嗯，后面我三十回血加吸血无敌。包拿一的，包的。蓄力条不知道满了怎么用啊？这个没。后面35血我还能吸血，吸的血越多，血上限降低了，太难受了。你看他，他本来就用。你也拿吸血，那吸血很猛。原来这么用啊！后面想拿吸血刷没刷到、啊。还有斯蒂。哎，这大锤。哇，这个 boss 就要打。这巨 boss 巨好打，就贴着他脸。这 boss 巨好打，就往他身后闪，他一动就往他身后闪就行了。哼，我之前打的就是 boss， 上一把我掉线的时候打的就是 boss， 好打的要命。啊，这 boss 巨好打，哎，他就这样就给他杀了。哎，我死了，救一下我。哎，懂我意思。兄弟，我现在是究极主 C， 救！兄弟，我现在是究极主 C， 救！什么情况？我们几兄弟都没掉血了，做直播呢。你这是怎么掉血的？我们一个近战，理解一下近战好吗？啊啊啊！而且我伤害绝对是最高的，兄弟。哦，这么痛啊！我都打不到他，我是。壮，你现在转了多少伤害？你能给我报一下吗？3700。我操，放空。你劈他一刀多少血啊？为什么打不到他呢？为什么炸弹也炸不到他呢？啊、你这肯定包高的呀。打脓包了。救！哦，哈哈哈哈哈！哎，等我拿到吸血着啊！哎，差不多，别给我回太多，回太多不行。救！看他给的这把弓怎么样？你看 boss 产品、啊，
看吗？飞魔。哦，追踪敌人的这个好。别刷新，兄弟。他妈的，这火焰剑太老了。没人玩斧子，我分解了那个。这无形之刃，最为致命。你们看一下要不要这个？不要，我分解了。得先拿这个。能强度的，我也不太想用。哎，这个你们要不要？加什么？强度的，选一吧。技能强度，你不要，我可以捡。我的技能有那个，有追踪。这个、也挺厉害，我要这个。去泉水路。法师，你要吗？你要吗？你要给你。看看。等一下，我给丢下来，等我一下啊。要。哎，拿去。哦，六零，我这把给了你四个道具了。我有个绿色，西，你不？我有个传奇的那个叫什么？传奇，你掉了看看。真正的掉了看看，啥也别说了。绿色的传奇，我看一下，掉了看看一下我有没有用啊？先稍等，进入新的区域时，我已经八红了，很急啊，很急啊，无敌了。很急是啥？快快掉了看看，快。你好像个剑圣，我要用的呀，我要用的，我要那快一啊，那走吧，那快走啊，那快走啊，那快走啊，要用的快走啊，十大壮没一，谁十大壮？红色啊，不是你吗？可以刷新吗？我不知道谁十大壮，你是十大壮，谁惹的壮？谁惹的壮？应该是我要用的吧，这个东西，捞逼！哎呦，这把 buff 好烂啊！有队友呢，我倒了有队友救啊，六块钱我发了，我现在就发了。哦，谢谢。你们等会儿帮我看一下吧，你们要是我哪里没卵用，你们就用吧，要是有点用我就留着。毕竟是个黄色的。我一旦有细节，我无敌了直接。我刚刚刷出来的血 buff， 但我没要，这样子吧。好棒。我操，下雨。我操。为什么这个下雨的直命中这么点啊？逆天啊！这是队友啊。对，我下的雨。啊！魔法学徒。我直接分解成钱，我太贪钱了。怎么喝完啥没有啊？这个紫色。完了，我这边又看到猎女的召唤物了。不是我的召唤物吧？我好像没有召唤物了，肯定有一个是你的，下面就是猎女的黄色的，下面是黄色的呀。哦，那应该就是我那个传奇的。我操！完了！那几个怪啊，分解了。看我的吧，这几个怪交给我来秒啊！一下一千，给我找着机会，兄弟们，给我创造输出机会，我来秒，我被秒了，哥，就。我在被猛劈啊，你们救下他呗。没人看不看我锤的，嘣，一千死一个。黄战士，绝不认输。我操，这么猛。黄战士确实猛啊。他死了，那个也死了，那个也死了，那个也死了。我操！我操！花钱加上啊，无敌了！快来个商店吧，来个商店我就无敌了。刷一下。30攻击力，15攻击力。十一速食，哎，你们看一下这个东西，不是我能看吗？我的弓箭不厉害，没什么伤害。共享一下，这一个二伤是不是很高？这有效时机，如果当前这个挺好的，你拿呀，你自己拿好东西。你不是召唤吗？走啊走啊。好的好的。零就直接变成十二。
哎，要是落雷的话，直接你们打，我不打了。哼，牛逼！我操你大爷！还真是落雷啊，聪聪。先打猪，先打猪，先把那个主播死了救！啊，别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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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落雷怎么救？你他妈的！救救救！别救，别救，别救！落雷怎么救？救！别救，别救！落雷怎么救？救！三眼都被猪得被猪拱死！哎，我还有铁炉骑士呢，问题不大。我想死一下，我操！牛逼，牛逼！死了，死了！赶紧送一下。我死了，复活血还多一点。我起来了，我没那么脆了啊！我只能说，这不是很好。完了呀，这把刷不出来锤子，难受的要命。我想玩锤子的，重点，没必要。哎，这人给血瓶啊，这人给血瓶啊。OK。你们谁是绿色的？这个点一下，那个绿色的。哎，他给我的是武器。你别捡，你自己别捡，反正这个，因为你零，你只要没到十二之前都没用了，你固定十二，你的绿色现在。我可以去升级武器。那我需要。啊，这哥们这么好，还给我两瓶血药啊！谢谢你啊。走。我很需要去趟商店，我去趟商店我直接起飞了。我也很需要去趟商店，我现在200块钱在身上。你多少钱啊？起飞？这样吧，你分我200块吧。我分你200块钱。哎，你们先看看，我等一下。你直接选啊。还有宝贝。不是，有没有红的呀？我现在需要红的跟绿的、蓝的都行啊。不要的话，我分解了，看一下。啊、哪呢？你没共享、啊、你按 shift 没共享。哎，重甲这真得要吧。哎，这个我要，我的有毒，我的剑有毒。 OK， 走吧。重甲是好东西啊。来，我来劈猪了。随手劈猪。哎呦我操！妈好低呀、啊！有锤子叫一下我，有锤子叫一下我，我要换锤子。好，当然刷的太低了，这弓箭玩不了。杀猪！猪死了。哎，我怎么空技能啊？各种空技能。大树守卫。哎，救一下！Help！我操，怎么都在打我？Help！守卫，你在哪儿？我洗了。我操！救！我也死了。救一下好吗？救一下。往上爬。这面前有个怪啊，往上爬。就好。他动不了。对，这两个猪都是残血，兄弟。这死了。阴吃了我一。哎呦，这地上太多东西了，我操！哎，我不知道是我们家的呀，这个东西。这可以把这卖了，可以把这丢了，或者卖了。烈女招的。很容易按到啊。轻甲增加生命值上限提升。怎么？你看一下呗，你看一下你的那个有哪个是加花的？这里。我的衣服。我还衣服吗？衣服扒了。脱。去商店吗？还是去治这个？脱了。哎，你直接那个啥，那个。买。来。去商店吧。商店买个新的，买个新的。东西太多了。商店吧。